好喝哦。酸酸，你那里没有芋头哎，你仔细吃有芋头。哎呦，豆干丝哎，你很特别，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，它好吃哎，40块这样子不贵 ，CP 值算很高哎。它就是那个鹅啊桂南。哦。太香了。哪里？哇！跟着泰勒一起出发吧 ，Here we go！大家早安，早安啊！人常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看看这群普隆狗会去吃什么呢？让我们看下去吧。那有第五个了。好，200块。OK， 一个多少？哦，这样子买一组40啊！我刚在全家吃一根热狗33，什么意思？很对啊，很优质哎，才40块而已。这也是光光哎，光光地区。呀，这里是看我的关东煮，酷啊！感觉很新鲜哎，那人超多哎。大老板，40块，40块是超夸张的哎，而且在台北怎么可能有这种价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台中一直都是。哎，那如果说他的香肠是新鲜肠呢？它好吃哎，40块这样子不贵，又是香肠，然后又是米血。那它上面它就已经有把蒜头的一粒放在上面呢。你算 CP 值算很高哎。它就是那个鹅啊桂南。哦。好不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40块很香哎，算香了，真的。好吃吗？它的鱼桂，花莲味。是香甜不辣吗？很 Q 啊。香哦，它的肉饼肠。它里面有豆干丝，你有吃到吗？还没吃到，在里面。有哎。我看飙到很多，又有豆干丝哎，也很特别。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，对吧？快点先喝看看。好喝哦！好喝，谢谢。好喝哦！好快，好大，好喝。哎，美白呢，不喝。好，今天吃仙人掌冰的。从澎湖就一下飞机，一直在那边讲说要吃仙人掌冰，真的超级热的，对吧，亨利？超热的。哦，真的超热的，赶快看到一家仙人掌冰，那是。赶快去吃冰吧！解暑了，解暑啊，超热的。好流血，哎，好流血哦！拍下！是怎样哦？对，瓷砖很美。在地美食，这是在地板。在地 ，on the floor。是哦，没有这么好吃。那个阿姨还请你再吃一个，太好了吧？酸酸，你那里没有芋头哎，你仔细吃有芋头。有
人潮哈。这边有条不规则海堤，像是海蛇优雅又会汪洋大海。澎湖天堂路就位于后寮渔港旁的沙滩，这处沙滩也被称为美的像天堂的天堂沙滩呢。澎湖天堂路是条会被潮汐淹没的海堤，因此上面长了很多绿色海藻，老子说有一点危险度，建议大家走到天堂路前段就可以了。因为海堤高度很高，加上湿化，一不小心很容易跌到跌落礁岩里面哦，大家可是要多多注意哦。现在我们来到南海游客中心，要登船啊。那先去小岛玩，然后之后再去这个浮潜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岛七七啦，拍咪呀？怎么拍咪？现在上岛啦，然后这边感觉像板凳，你看。感觉像板凳。早上来就说，我昨天有看你们那个夜钓小馆的直播啊，看到一个爸爸钓到花枝，是第一个钓到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把你花枝的木杠喷喷。对。那个那个快一下，快一下，他的脸就是拉喷喷。姐姐什么？南瓜面疙瘩是不是？你捞一下。OK 哦。哎呦 ，OK， 我看一下。哎，好多海鲜哦。很多呢，有花枝干什么？还都是面疙瘩这样看啊，还以为是花枝，还一堆花枝，就是面疙瘩。船帆渔位在将军澳与东侧海岸，退潮时与将军澳与相连，该渔群是由围灰掌斑岩所构成。在古时帆船航海的时期，航海附近的大小船只都以它为标志，称得上是一座白天无灯的灯塔。传说古时候有三名女子为了要躲避歹徒的欺凌，而攀登船帆渔再也下不来，从此没有人敢上去。听说在正中午时分，然后人走过去会有石头从上面掉下来哦。鳗鱼干呢？哎，是豹纹的鳗鱼干呢。很酷哎、欸，酷哦、刚晒的对不对？我看它上面有点红，有点湿润的感觉。现在是潜水啦，一点一点的，好像痒哎。大家一定会问，来到澎湖想潜水，但是这么多件我该如何著作选择呢？然而我们这次选择了岛澳七七。岛澳七七遵守政府法规，建立潜水规范，严格执行分组，提高安全性，让我们游客还有潜水人员都安全至上呢。并且潜岛觉得不错的潜点，岛屿七七就开船去开发，没有任何的营收哦。潜点的经纬度都公开标在南方四岛潜点大图上啊，非常大方分享。当然大家一定会想说，为什么潜水店名称要叫做岛澳七七呢？岛澳七七的七七指的是生日，同时是老板与他两个可爱的小女儿的生日呢。是不是人们常常说的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，所以才会命名为岛澳七七，是不是太浪漫了一点呢、啊？话说回来，澎湖的海面是如此如此的美丽，而且几乎蔚蓝的程度是可以压倒性的赢过其他的国家哦。而且在这里潜水还可以看到薰衣草森林的珊瑚呢，你们还不赶快把这个好康资讯放在口袋里面呢？岛澳七七在等着你们哦。来，胖姐下去咯，你跳啊。很冰吗？还好。烫不烫？痛不痛？到底多狼狈？我就问，哪有人在用蛙鞋挖蛙式啦？很夸张哎！你那边游过来的，你看超大声的，我们大家都浪歪、浪开、浪开。累累。哦，下去下去，累不累？狼狈狼狈，狼狈狼狈狼狈。第一个先看到就是青蛙屎啦，呀，你就像青蛙吗？呱呱，有个敷衍的呱呱，反倒就是很累，不想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了。
啊，青蛙啦。东屿、平屿南北两路块中间可以看到壮观的梯田景观呢，而且啊，澎湖由于一直以来都有强劲的东北季风，因此为了让脆弱的农作物在冬天里能够照常顺利生长，维持作物的生生不息，便有了菜仔的出现呢。菜仔虽然人口流失而布满了杂草，然而斑驳的遗迹却是昔日农耕的最佳的见证哦。而正前方是东屿平屿居民称为的四角仔或四角仔角的鹿连岛，子分立的鹿块和岛屿沉积物积和大岛相连，鹿连岛和海蚀平台都是退潮才会出现的呢。这边啊，这沿海这个部落这个聚落啊，你看这边房子都非常的古老，然后它面海，你看这边，这边就是我们刚刚去浮潜的地方，真的超级漂亮。加水啦！没啦，它上面的平台是挺极品的、啊，你看到吗 ？H， 来吧，慢慢走下去。来这边就先报到啦，报到完就直接上船啦。到底要多闹我们这些人？请问有饭吗？我的灯还没来、欸。到底要去哪里？太瞎了！到底要去哪里？不爽。哎、欸！大家开不开心啊？开心的，大家怎么那么贱？哎呦，还好啊！啊，你说他要跟船员，他要跟船长讲啊。好，船长会知道他台湾人吗？至少我们其他人都到了，因为耶，出海了，最后一艘压轴。好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澎湖花火是否灿烂无比呢？其实澎湖花火节的由来是一段历史的伤痕呢。原因竟与20年前的华航225死空难有关。2002年的5月25日，一架由桃园国际机场飞往香港的赤腊角机场的华航班机，在距离澎湖县马公市11公里的外海高空上解体坠毁，机上225人全数罹难，为台湾国内近时是最严重的空难。空难对于澎湖观光业造成摧毁性的打击。华航为了补偿当地的旅游业，便与澎湖县政府合作，在当年的七夕举办了千万风情在菊岛活动呢，由华航的空姐空少们变装演出，再配合高空烟火秀，成功吸引到许多观光客驻足欣赏呢，也成功挽救澎湖观光产业。隔年2003年，澎湖县府打铁趁热，加码与各航空业与饭店业合作，推出第一届的澎湖海上花火节。从此花火节就成为了澎湖暑假的例行观光活动，且一年比一年盛大，成为澎湖观光的招牌呢。我们这次的海上赏烟火活动是搭雨之恋游艇，有兴趣的好朋友们，我资讯就放在影片下面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好好欣赏烟火吧。
啊。来干杯！耶，花火节，耶！琳娜，现在我们在开游艇，那个大哥现在在那个飙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飙超快的，又开始飙了。厉害了，我走咯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再见了，拜拜。太帅了，拜拜。谢谢澎湖带给我20周年花火节美好的时光，不管是澎湖的花火，还是澎湖的鬼斧神工风景，都让人赞叹不已啊！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订阅分享哦。走起！我的是谁啊？在就感谢咱中央宫的县长，中央宫的县长，做好防疫的工作，拜托大家。今天没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从白沙屯然后走到鹿港。鹿港呢？我有没有搞错啊？那是几公里啊？我那是走到魂不守舍，你知道吗？